是什么大导演，是小小的导演而已。对，其实那个小老师才是大老师。好，以上是我的发言，谢谢。胸腔科，然后虽然我不是马来这边的人，不过我有听过我的阿妈怎么教我唱这首歌，然后我也来到这边，然后想唱给大家听，对，就这么简单而已。待会可能会有一点，就是神游的部分，请大家自己到那个麦去嘛。嘿哟吼呀，嘿哟吼呀，嘿呀。嘿呀，哦呀，嘿呀，哦吼，呀，嘿呀，嘿呀，哦哈呀，嘿呀，哦哈耶呀，嘿呀，哦呀，嘿呀，哦吼呀。有点紧张哦，那是 test。Thank you.
非常谢谢大家到这么后面。那接下来呢，主持人要唱一个 ending 曲。那刚刚在最一开始的时候，就是有跟大家分享说，就是刚新婚的妹妹呢有来到现场，所以我们刚刚就，我想其实，我小时候其实我小时候很讨厌她，就我觉得她很讨厌，就是从小到大一直欺负她。可是就长大的时候就，其实就觉得其实她人还蛮好的啦。然后其实从以前到现在，就是像我姐啊、我弟他们就是都会来台东啊，其实也都上过铁花村的舞台，然后就只有我妹妹没有上台过，所以接下来我就要欢迎那个我最爱的妹妹上台。你可以跟大家说 hello 啊，就其实他不是表演挂的啦，他是那种从小就是玫瑰童林演型的，就是我啊，然后我弟弟我姐姐都会联合起来欺负他，可是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人，我都要哭了我。你讲话一下吗？嗨，我要先说我是我们家唱歌最难听的，所以等一下如果走音或破音的话就包容一下。是啦，我们长得有像吗？其实因为大家都听过我弟弟唱歌，然后我妹妹我姐姐，然后就会说你妹妹会唱歌，我说不会，她五音不全。好，那我们就终于就挑了一首我们两个都会的歌，是什么？我恨我爱你。你是跟你老公说的吗？只是因为你是你，哦，恨
要是那个可以让他就是感受一下铁画村的舞台，还有就是其实我没有那么讨厌他了。好啦，那就非常谢谢大家那个今天来到唱作俱佳的现场，那我们在今天在现在呢就告一个段落，那希望每个礼拜三呢大家都可以支持铁花村的唱作俱佳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晚安。